财经方面，首先来跟您说一说这个网上购物哈，不少人呢想到这个就会立即想到淘宝。不过对于香港用户来说呀，这个付款就不大方便了。不过现在香港人又多了一个付款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带您去了解一下。淘宝风行全国，不少港人一有空就会不停淘宝。不过付款的时候就有点麻烦。往日淘宝的香港用户只可以用淘点、信用卡或是 PPS 缴费零付款。但淘点要去便利店买不太方便，而信用卡和 PPS 就要收1.5%到3%的手续费。不过现在香港用户又多了一个选择，只要有八达通卡，配合智能手机就可以付款。买家首先要在手机安装八达通公司提供的软件，在淘宝网选好心仪货品之后，付款方式选择八达通，网页会出现一个 QR code。只要用手机扫描一下，就会见到货品的价格。要付款的时候，只要把八达通放到手机后面，听到嘟一声，就代表成功付款了。不过前提是你的手机要有 NFC， 也就是进场通讯功能，而且暂时只支援安卓手机，苹果的用户就要稍等了。虽然要收1.5%的手续费，但八达通普及率高，公司相信有一定竞争力。全香港咧，就我谂接近九成多过九成几人咧，就有呢张八达通卡。咁所以咧，变咗就将呢个网上购物咧系更加普及化，就唔需要咧就话要限定一定要有信用卡先可以用得咁样。咁我哋都相信咧，而家网上购物咧都系一个大趋势。咁再加上咧 NFC 手机而家个普及咧，咁我哋相信咧香港大约已经有200万台嘅 NFC 手机。咁所以令到呢个网上购物咧就更加可以咧系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做得到啦。用户每天可以用八达通购买最多1000块港币的货物，之后可以用软件查看付款记录。八达通公司表示不会收集用户的个人资料以保障隐私。亚太第一卫视刘征慧、郭文龙香港报道。